一架橙红色福特野马跑车星期六朝头早沿住何文田公主道逆线行驶，同一架电单车相撞之后不顾而去。网上有人上载事发影片，片中可以见到架跑车在公主道往红磡方向逆线行驶，沿途对头车纷纷闪避，涉事的电单车怀疑闪避不及擦撞而过，但逆线的跑车没有停低，继续行驶。26岁姓姚的电单车司机人仰车翻，手脚轻伤。警方事发当日找到涉事的跑车，车辆停在窝打老道近圣约翰里，但司机不知所踪。